OK 啦。哎，这是第几集？第十三集。第十三集啊。OK。Hello， 欢迎来到我们 CEO Blackout Program 第十三期。OK。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蛮新潮的，你看它很多 colorful。然后坐在我身边呢，就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名字叫 William Egg。啊，对。所以我要记他的姓。Hello。大家好，我是 William。他是 William，OK、啊 okay。所以William 啊，我可以跟你了解一下，你这个生意啊，你大概做了几年？这个生这家店？这家店是刚刚开了一年三个月。一年三个月、啊、，OK。然后在我在这一行的话，是已经是十三年了。哇，嗯、但是你这样年轻哦，你几岁开始创业啊 ，William？ 二十四岁。24岁开始创业，我想有些人24岁不知道在做什么，他24岁已经在开始创业了。为什么 William 你会在24岁时候想就是创业，就是这个是你创业的其中一个啊？对，因为以前在十年前呢，我也是在做这一行 ，OK， 然后就做了三年过后，就觉得这一行是蛮有前景的，然后就跟我的partner就出来哦，然后就自己创业。OK， 所以你除了是卖你这个行业，你最重要是卖什么东西？我们公司呢最主要卖的东西呢是 camera 咯， okay。 跟 full range 的 camera 跟 video 的 equipment。video 就是 camera 啦 ，DSLR 啦 ，OK，video、okay。 cam 啦。或者是lighting 啊 ，OK， 那些 bedrock 啦、啊，总之是有关photography 的东西，全部都有。都关你事了。OK， 所以然后除了这个，我看到 William 你也是有做 printing， 对，就是有 print 照片之类的。对。所以现在啊，我很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喜欢。怎样的东西呢？因为比如说刚才我有跟你了解到，你说他们比较喜欢自己 pick 自己的东西 ，rather 等我们帮他去梳理， 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间店呢，比较不像传统的 printing photo 店。对。因为传统 printing photo 店呢，就是我拿照片给你，你要什么 size， 我就是跟你跟着你要的东西洗。然后我们店呢就比较多东西，比较多样化啦，就是你可以做成photo book 啦，然后你要自己做成gift 啦、嗯，那些都可以做得到。嗯，你可以自己有比较多东西，然后我们会 provide idea 给他们去做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可以 print 一些他们的souvenir 咯，对，这样子啊。比如说有类似这样的 souvenir 框啊，有 mug 啦，哇 ，tumbler 啦。到 T 恤啦 ，T-shirt，OK，、okay。 对 ，canvas 啦，嗯，啊，哦、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可以往那边收，这个就是就 customer 可以自己 design 这样子的 design， 这样子的photo 咯，就不比较不会死板，就会传统，他们要的，所以他们就选他们喜欢的。所以选出来就是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对啦，这个是copy不到了咯，这是他们自己的 idea。他们自己的 idea，OK，所以这个是其中 William 的店，他会提供这样子的printing的服务咯。所以你现在的模式啊，你除了 online 有做 offline，online 跟 online 你会这样子。其实我们公司呢，在 online offline 都有。我们在Lazada啦，在Shopee 啦，还有就是Carousel 啦，那些都有。其实你讲会影响到实体店吗？大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啦，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做法了，就是可以把 online 的 customer 拉来我们的实体店，因为实体店比较多东西，他们可以看到，马上看到。东西就是可以自己聊，对，然后我们还可以给 customer advice， 就是你这个东西可以配跟什么东西所以刚才你的没有讲说
vlog 啊，其实我还是第一次听过，所以都说他们这些 v 喜欢就是做 video， 比如说 YouTuber 啦，我们 example YouTuber， 通常一般像 YouTuber 他来你的店的话，他们基本上 pick 什么东西比较多？我们比较YouTuber 大多数来的呢，都是会找stabilizer， OK， 然后就是麦啦，麦。Lighting 啊，这几样东西是最主要的 Vlog 他们需要得到的东西啊。所以你的店都提供都跟得上潮流啊。其实我这间店呢是比较少这样子的产品，我们这间店最主要是卖 camera、跟卖跟 printing 啊，然后我其他的七间店呢是就是最主要就是卖这些产品了。所以你总共有八家店面是吗？这是其中一家呀，还有七家。OK， 然后 OK， 你从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成功的秘籍？对，就是要问你，你从事生意的时候，你因为跟你说很从事要创业，其实是真的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对，所以你在这个创业的期间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可以，因为在刚进入我们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呢，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是打工嘛，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嘛，没有资金，然后就那时候真的是连买一张 memory card 都是问题。OK， 啊，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 credit card 去买货，买货卖，还 credit card， 然后再买货再还 credit card， 就是这样子，就慢慢开始了。然后也是很感谢我的 partner 跟我的父母啦，然后到最后我们也拿到一笔钱出来投资这个行业。所以是多长的时间开始有自己的第一家店面啊？用多长的时间？第一年就有了。哇，其实是蛮属于很快啊，是蛮快，但是我们第一间店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北海嘛，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个资金去做这盘生意，就刚开始的时候就customer 要急 ，OK， 你等我一下，我去槟城拿货，我马上去拿给你可能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过去槟城拿货，就这样开始做，没有办法，没有资金，然后刚开始也没有。principal 可以给你登上，因为我们还刚开始嘛，对他们也是担心嘛，就这样慢慢开始。所以开始就是也是以服务在先啊，对，对，就是要，其实我们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就是服务了，就是你给到 customer 好的服务 ，customer 就会回来上门，对。其实跟我们的行业是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本身做保险的也是在这个行业方面都是提供最佳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群啊、朋友啊、对亲戚啊。OK， 真的，你的 service 不好，一次罢了，他们就不会再来了。对。然后再来，你认为保险啊，在现在啊，它扮演了什么角色？保险其实在我心目中是蛮重要的，因为真的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到你。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曾经也是有买了那个医药卡，过后有进医院了，过后啦动手术啊那些，真的是一毛钱都不需要给，哇，真的是很好。OK， 然后我还有一个question 问你，我可以穿插。你如何去 manage 你的 total 的这样多间店？你如何去经营？ OK， 其实我们怎样去经营呢？我们每一个月我们的每一间店长呢都会回我们的 HQ，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 money meeting 就会给 direction 要这样做这样子。再来就是好像因为你是做。关系到摄影嘛，你会有办类似怎样子的 workshop 啊，或者是有什么展览之类的嘛，就是会提供一些外来的朋友啊，他们有啊，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的每一间店呢，每一年呢都会有入售啊，然后或者是 workshop 啊。其实这个 workshop 呢是 special for 给我们的 customer 的，就是customer 给我们买了机，因为有些 customer 就是买了机就是去了为了去旅行，旅行回来就放在厨，然后我们的 workshop 呢就是给 customer 学更多的 photography 的知识，然后就得空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去拍照啦，拍拍照做纪念啦，这样子咯。训练一下，因为人还会忘记掉了。对啊，然后那个露宿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年 Queen's Bay 呢都会有一场，最少一场的那个露宿了。基本上你的露宿它是有 fix 吗？说几月做没有的？没有啊，年尾哦，跟年不一定啊。大多数的是年尾都会有对于你来说，你可以提下，因为像我本身我本身也是很喜欢拍照，但是基本上有一些人有可能已经没有那个画面说，其实照片对他们来讲是有什么的价值或者意义？照片呢，对于我的意义是memory 哦，真的，因为这个 memory 是很重要。如果是你没有打印出来的话，你只是收在电话。可能在几年过后，你的电话坏了，就没有你的电话不见了，或者是你的 hard disk 坏了，所以你以前的 memory 就是等于零。所以我们这间店呢，就比较鼓励 customer 去 print 照片出来，或者是他们可以做成 photo book。这样子的 photo book。你看很美哦，这个。这个也就是他们选了，在你这个电脑这边，就是他选了，他放进去，对，然后他就 pick 他自己要了，然后就把这本书打印出来。你先选好你的照片，然后放进电脑，然后电脑会帮你排一轮先哦。哦，还他就是电脑会 auto 帮他们排。对对。然后过后，连、okay. 那些如果是这个照片你要移过来这边的话，你就到时候我们自己移了、然后我们会教你怎样做了。Okay. 或者是你要这张照片你要放大一点我们会教你怎样做了。基本上这样子的一本 photo book， 它需要多长的时间我就可以拿了？就说我现在拿来了，一百张我选啦， okay. 然后搞定了。它要多长的时间？需要5天的 working days。五天的 working day， 对，就是不取吗？五天过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本，你永远留念那个价值。对。比如说好像我们自己有小孩子的，基本上现在的父母亲只会拍，我看很少都会打印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本身也是蛮鼓励，因为本身我也在做，所以我就很喜欢你们的店，所以我就来找他，刚好我也是经过啊来找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所以在线上的朋友们喜欢，你可以来你们的店啦。OK， 这个很好的。有人问，请问初学者入门相机其实我是比较建议是 mirrorless camera， 因为 mirrorless camera 呢，它是以前如果是你要拍一张美的照片，你没有的选择，一定要用 DSLR。DSLR 它的体型就比较大 ，lens 也比较大，很重。对，然后现在呢 ，mirrorless camera 呢，它是其实是跟 DSLR 是一样的，只是它把它体型缩小。lens 缩小，变成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比较轻便，然后你又可以拿到 DSLR 的 quality，然后而且价钱方面呢也不会很贵，最便宜的差不多是1500就有了，如果是你要 professional 的也是有，可以去到10000-20000都有。所以 mirrorless 可以去到20000，对，还不知道说，其实很薄的是要，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吧。如果它属于需要很的话，对，其实这个价钱对他来讲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也是要需要看 customer， 他有时，如果是你初学者，你买到太好的话，你也 handle 不到，可能是你可以先拿一个初学那个 entry level 的 camera 先学先慢慢 upgrade。
所以 mirrorless 我们说初学者是比较 recommend 用那个 mirrorless 的那个、相机。对 mirrorless 它有也是有贵有便宜啦，只是、你可以先从 entry level 开始咯。嗯、OK 所以 mirrorless 它基本上它就是需要充电什么不需要、battery 需要充电 battery lithium ion battery。这也是很方便嘛，这样子哦，我们就不用拿包皮。对对对，一大袋的，知道以前对对，那些 lens 啊那些之类芯片的，所以现在就是把它 compress 缩小。对，那么我现在我去旅行呢，我也是带一个小 bag， 一架机， okay. 两只 lens， 搞定吗？这一个小小个 bag， 这样就 OK 了啊。尤其是我们要带孩子哦。对对对啊。就比较适合啊、有家庭的啊、就你不需要拿到那么大架机出门。嗯，这样子。所以呢，今天还有什么？有人有 question 吗？在 on the line 我的 question 啦，他有 question 吗？听说 V 的那个提问到拍，叫人家拍啊，对对，他的朋友哈、他可以 pick 他要的啊，对。就是我啊、我可以我想要的东西哦，然后可以告诉 photographer 这样子哈、通常结婚照你们就你的那个照拍照的人你就 link 给 photographer 啊，就是你就会有啊、就是有 link 跟一些 photographer 有啊有啊有啊哈、就是如果是有些 customer 进来还要找要需要到 photographer for wedding 的，然后我们就会 pass 给 photographer、要用水拍比较不一样的婚纱照啊，对，不用像那些婚纱照的那种传统式的，对，一定要在教堂前面，你就逼他们自己习惯，他们自己类似的，对。那通常你看，因为刚才我来你的店，我意识到很多年轻人都会进来，说、他们只是打印一张、两张，都 OK 啊，都 OK 啊，我们都有做，一张也好，两张也好，我们都有做。哦 ，OK OK。然后你的，我可以拿一些你的这东西。可以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是我本身很喜欢的其中一个，就说这是 water frame。water frame，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拍了一个照，然后照片基本上啊，我们讲啊，婚纱照我本身呢都是放在床底下，基本上是没有去看呐、很少啊，所以就会有这个。这个周边产品，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刚才William讲到的，可以做嘛，这很特别哦。还有丹乐啦，还有还有这些 canvas printing 啊，哦，还有是 T-shirt 啦。T-shirt， 它的店其实是很多，我是蛮喜欢，因为它基本上要讲出就是把这个东西转去比较有纪念性的，我们可以 recall 回我们的 memory 了，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还有什么要？刚才你说那个入门的相机啊，专拍人像也是很啊，可以啊，只是如果是人像，你要更加好的效果的话，就要换镜头，就人像的镜头啊。Photo album 100张的价格。啊、photo album 呢，我们这一本 A5 size 的呢是140元， normal 价钱呢是160、然后这个呢就可以放66张照片啊、少过66张也是可以啦， maximum 是66张哦。Okay. 那还一本是比较，这是 A4 size， A4 size 这个呢是180元，normal 是200，啊，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放143张照片。哦，嗯。那如果是143张，我们要给你准准143张。不需要，少过143也没有问题。就是有些照片就越大张一点。啊，对。对了哈、如果是照片越少，照片就越大张了。哦 ，OK。然后再来，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CEO 的program。基本上我想到如果他们这些 member 他们来这边，他你会给他们类似怎样子的优惠啊？我们会给他伟伦，伟伦拿那包车给我，如果是 member 的话，我们会给这个 voucher 咯。这个 voucher 呢是可以扣20块，
20元，然后如果是你买超过100块就可以扣20元，就是 当场他买100块的产品，不管怎么还是有 slide， 要打印照片啊，买instead frame 啊，然后还是买 instead camera 啦，或者是 mirrorless camera 啦，都 OK 啊。你的 Insect Camera 哦，它也是我们啊，对，这些都是限量版的。限量版啊，所以因为有些 model 呢是外面找不到的，只是在 Wonderful Photo Shop 有。原来如此，我看有一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那个什么三三的啊，三三那个就外面也是有的买，只是旁边这一个。啊，这个的话就只有我们店有。哦，是啊。所以要来找你们的改宣的那个东西，你是要来他的店找。小孩子如果不要给他 handphone 呢，用 handphone 来拍照，有什么好用的 camera？ 对。啊，我们有一家 compact camera， 就是 SP 130。对，青色这架。这个呢？为什么我讲是比较适合小孩子呢？因为它是防电，防水防电。哦，防水防电。对，就小孩子如果不小心弄掉地上的话，它也不会坏。哦。啊。它是20米waterproof，然后还有1.75米的 shockproof， 就是1.75米风电不坏。啊。然后避孕还有 WiFi。啊，还有 WiFi 来接啊。对。对，对，你拍了照片，你可以 send 去电话，不需要 cable， 啊，而且价钱也很便宜。我们价钱的话是899，然后我们现在优惠是699而已，啊。都 come with external SD card。对 ，memory card 啊。我们好像新兴人类，不然今天有新的东西。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外面，基本上我们都是找一些比较普遍的camera， 能拍，然后可以 edit 一点，然后拿充值就算了，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理了，对不对？对。所以 William 的店就很多东西都会取取的，但是基本上他说他这家店呢是评定比较多，如果要买器材呢，他会比较便宜。啊，对，因为他还有其他 outlet。器材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楼下有一间 Queen's Bay 楼下 Lower Ground 有一间啊 ，OK， 然后Aeon Manjong 有一间 ，OK， 然后 Aeon Kota Bharu，然后那个 Sima 那个 Sungai Petani，然后还有北海的Tesco，然后还有 Alostar 那个 Aman Central，你可以去我们的。先看看啊！我的 GoPro 几年前就在你楼下楼上。OK。啊。我就认得你的衣服了。来，uniform 没有换吗？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的 interview 呢也到此为止了。真的很谢谢 William 今天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做我们的 CEO Breakout Program。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是如果在摄影方面呢，或者是你们想印一些纪念品啊，或者是可以来 William 的 shop 再来给你一些意见呢，好吗 ？OK。还是有什么那个 equipment 的东西要需要问的话，你可以联络我。William 真的很 nice 的。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interview 就到此为止了。OK， 谢谢大家，拜拜。